大家好，我是双全里头的大乔陈佑芳啊。这个剧本我在读本之后就觉得好棒哦。那大概金钟奖应该会看到我了哈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你一定很期待孙鹏演同性恋吧？我告诉你，太妙了，我真的很期待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宝哥顾宝明是我最崇拜的演员，我觉得他的戏真的是好看的不得了，从来没有跟他对过戏啊。那这一次是第一次，没有。期待好久了，舞台剧也没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期待。我觉得他那个戏就是从整个是从骨子里头出来的，剧本真的非常棒，觉得很值得期待。这出戏真的很值得期待。我想电影《桃姐》大家都看过，对不对？那电视呢？哈哈哈，那就要看《全哥》。《全哥》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未来的金钟剧《双全》啦，不要错过了，我告诉你。双全只在未来电影台哦。